主料，豌豆面50克，辅料，生抽，青椒半个，干辣椒一个，辣椒油，盐，蒜。制作时间10-20分钟。把豌豆面放入碗中，用水调匀，锅中放入水，烧开，倒入搅好的豌豆面成糊糊，把做好的粉放入碗中，把凉粉放入装有凉水的盆中凉透，把干红椒、蒜、青椒切碎，在上面放上盐，一起剁碎，把凉粉倒扣在盘中，把凉粉用刀划成网状，把剁好的青椒、干红椒、蒜一起放在凉粉上，加生抽、辣椒油就可以了。烹饪技巧，做凉粉里要把粉和的均匀，再倒入锅中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